IT 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春节回家过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，尤其是当一家人聚在一起欢欢喜喜看春晚时，更增加了一家人之间的感情。而随着智能化生活的快速发展，液晶电视近几年也越来越受欢迎，当然功能也越加强大。例如索尼最新高端液晶旗舰 X9500G 系列电视，其搭载了目前代表索尼画质技术最高水准的 4K HDR 图像处理芯片。 X1 旗舰版除了在处理性能上比前代产品 4K HDR 图像处理芯片 X1进阶版提升了近两倍之外，更是囊括了 HDR 动态逐像重塑技术、 4K HDR 14bit 平滑渐变、动态逐像精密显像技术等六大黑科技，能够将画质表现力提升至更高层次，实现更加敏锐的色彩对比度和更宽广的动态范围。 X9500G 系列液晶电视还覆盖了55、65、75和85四个尺寸段，不管客厅是大是小，它都能很好的满足你。另外75英寸和85英寸两款大屏机型还应用了备受好评的广锐视角技术，改善了液晶电视普遍存在的偏色现象，在各个角度均能享受到真实且纯正的色彩与光影表现，配合杜比世界以及索尼多项音频技术，能带来更加真实的观看体验。目前 X9500G 系列液晶电视已经在索尼官方商城以及线下直营店开启预订，整体售价和去年 X9000F 刚上市时的价格基本持平。回家过年，家人聚在一起开心最重要。